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生活生活》。今日介绍木瓜鲜百合瘦肉汤。首先将半个木瓜切成一粒粒，少许鲜百合，加少许瘦肉。切好晒啲材料之后咧，将佢摆落去部破壁机上面。咁我哋加翻啲水，大约加到去50毫升。咁我哋闩埋个盖。闩埋盖之后咧，我哋需要按呢个浓汤，咁佢就开制。大約30分鐘，佢而家就開始煲滾佢，跟住稍後就會攪爛佢。而家啲湯慢慢變咗結咗少少嘅啦，咁大約等多14分鐘就可以。而家完成咗，可以倒佢出嚟睇下。够晒浓度，完成。